那单独捡嘛，啊，相机可以单独捡噻。不是，就是直接。那是不来。哎，那是不来。那个屏幕是那不来。为什么呢？没有了。哦，他不来啊？不知道。我的手机没了。我的屏幕是那不来。就境外他们都不知道了吗？嗯。他进境外里面。境外也不知道。他们到这边来，那我就走了，跟老师去。哦，没事，他要忙他的嘛。就是直接就是马上拍出来就马上直播吗？还是怎么？这边是直播。这个嘞？直播。这边是拍了回去剪的。哦。因为你取的景跟脚都不一样。还是用手机的直播。对啊。哦，哎，你好。没来，我想今天不能再吃了。我也是他们的。多早就来了，然后我晓得这儿有一个中老年的一个长者，我本来要给他包了的，还有车。啊，我就习惯耍他。我就想我就找了个室内的，我洗了半天，我就没得。啊，我有时候还关上的，里面的妈妈。啊，我说光城嘛，我想着说在室内的嘛，我就没带。那个他们不来，是因为他们参加了搞活动。哦，就是。我看我那个垃圾就是晚上那个去。啊，那肯定在路上嘛。啊，大巴车的嘛，那是跟大巴车。啊，然后给儿童说，因为我之前那个人不得。哦。他到楼上。虽然说那边有点多，这个穿的有点多了。温江那边都有了。温江有，温江一直都有。上个月都在嘛，我们去唱歌去。演的嘛。这边他们不是的，这样子的。以前这边是演这边了。哦。我跟你说在这儿嘛。在这儿，我如果是开车，我停车。哦，你停车那边去了。喂，我都到了，咋没看到你嘞？在里面。过来，不是在那个黄车的路上嘛，你没看见？专业的嘛，运输完了嘛。你过来呗。群，你过来，群应该过来，群都在过，然后上面，然后有过来。他们就是来那个。怎么样？演出的呀。啊，演那个，演那个，演一晚。哦。他们就拉群。过来嘛。群一晚。群。重群一晚。群晚相当于是拿那个工资噻。我的那个旅馆就是不在公单上班，但是都过来不太好的，一旦有要彩排啊，有啥节目要排，我们排练，排练了就是表演，这个群众是吧？哦，我理解的是，因为我们老家只有问一下他，不专业，但是又很喜欢，他们本来也跳得好嘛，有这个基因了。对。我看我娃呀，我这边看我孙子。是啊，他们耍一耍袖子也赚几块钱。哇，他们这个团队又申请那么多人，一会儿来起码二十，二十加三，三十个，他们站都站不下，那边就只有大家关注老师。嗯，但昨天晚上今天拿去挣很多。嗯，反正昨天不是下雨，他们自己的节目没表演完。就是。没来，他们在翻衣服，衣服他们在翻衣服，还有那个，还有那个在路上。七。今天你带上去的呀？带上去的。昨天我看哦，咋的呀？咋不咋的？咋不咋的？好看。这是唐朝。哎，我这个手拿的，到处可以走的。哎，有个狗狗的图嘛？哎，没抱，今天我想在室内里面抱。他把狗狗关，他没抱，他狗狗。哎。只抱狗狗，这是谁？他旅馆的。是你临时啊？我说你带起狗狗来呀嘛。就是走一分钟，我走一会儿，我就觉得把它放回去，我怕在室内。哦。我不知道再给你麻烦了，我就没得带。在室内呀。我想的是，我有可能在一个人睡着哈呗。哪儿忙了？现在太早了。那边有一个连着。才七点多，一般。我二天。
然后团队应该来的比较多，你的机运都要来吧，你不能吧，那机外机外点都没抢，你两个就可以了，你不是老在这儿给他是老了，你在这儿给他们黑着哇，在那儿吧，那边，那边还没来的报告，他们来换衣服了嘛？不晓得有可能了吧？哎呀，他们那些穿白衣服的在那边的嘛，不能不来呀？有可能在换衣服吧？不，那些年轻的娃娃在那边换衣服。我他们不来，我们就不管了。听音乐嘛，想听音乐嘛，是吧？我说想看。可能他们的船在好多那种，哎，成都也多了很多，人家规模还比较大。看起来差不多。不是国外。我想室内肯定不能带进去噻，我以为是那种我旁边那个儿童不要在东西里面的光，啊，眼睛那个麻烦了啊。本来今天我带了，已经在温泉里面耍了几个小时了。那那个你那个你放在那会不会跑啊？他还是要看，有救人嘛，他要跑啊。而且他照顾了，照顾到这，后面再慢慢来。那你来，他们说的几点钟开始？嗯，几点钟开始的？要星期五了嘛，好多车嘛。半夜了，几点钟开始的嘛？他是不是没来嘛？没来，他在那边耍呗。哦。全部车，全部车。他说的这二位应该是哪的嘛？我手机他们是几点嘛？他们哪去？平时人多，他们平时都在这儿跳的。啊，我晓得。平时都在这儿跳的吗？不晓得。他们说在这儿跳，他们以前在那边跳，在这儿跳。哦。平时多吧。哎，他们那些队员儿还没来啊？换衣服。来，他们。我们去，他们来了么多了。他不能不能换衣服。都跑哪儿了？好黑哟，那儿黑。好亮儿，那个。哦，那儿好亮嘛。对对。他们那边也亮好。这个位置这样他那边同学，你来了好久了都？半个小时吧。我来这停一排，我停了。我本来停的。我坐地铁，方便。我本来去金牛的。你住得很近是吧？我住在金牛路嘛，金牛旁边嘛。我车子停外头，方便点，他车少，哪晓得是去哪个？坐地铁方便。坐了就走。在他们那群里说的，刚才我打电话，他们说才要出发，等车子。大巴车吧，大巴车。嗯。他们有个大巴车嘛。他们从郫都去过来的话，很远哦。他们是郫都吗？晓得啊，他们郫都好远了，老哥。在这儿跳。这儿宽啥？这边他们开在那边跳，这边一起都在这边跳，这边宽点的。
我就觉得他要来了，我就觉得不公平。后面都要来，他不是来了。都去包那个油去了，红油红油都是要回点这边都要过来的，反正等一下等一下拥挤来了吧，来了，对对对，你们一起来的吗？他在那边，我在那边。我说怎么还没过来呢？我好像说好几天没跟你说，我今天我就带他去看一下。这个礼拜真的就给我发发那个啊，我就说哪个不错。因为那边请客。啊。是啊，我是的，我一箱子在车上，我不能拿到嘛。不然有点不方便。小王，你走啊！小王，走了走了啊！开个牛嘛，红牛红牛，红牛红牛。一头牛，这边还有，反正他们等会还是要在一起，相当于热身嘛，相当于那边，这边等会还要过来这边。有三个团队吧，这边还有那区的，加上那个旁边的那个，三个团队。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负责今天进去你了。他负责是坐下。小李电台。你来过来就人气，来过来就是上升。来，嗨，就这样嗨，哈哈。我不再来，我叫你们那个，快点说，快点说。音响也还没有，他们俩音响好小的。哦，就拿了音响啊，拿过来了啊，这个比较有点。我都用的，没事。对，还传呼，叫什么？传呼的。可以去欢迎。数据有多少？今天那个，我到了，我到了，到了，到了。别点关注，咱们点点关注行吗？别点关注行吗？今天这边全部都来了吗？全部都来了吗？基本上都来了吧。哦，我说境外这个票了。对，基本上都来了。我说今天我说到去，怎么去外面问啊？我说登录上，这边这边到几位去看？这边欢迎毛叔，就发了个信息，就是今天票嘛。我主要是到几位去看看。我这边发了。这个广场也修修的，因为下雨，没下雨啊，这两天天气。昨天晚上下雨，今天没下雨。他们都说互动吧，你们说是真的？这是少数民族的活动吗？服装。啊？京都的这种服装。在中国。对对。什么时候开始？八点钟左右。八点开始。那边一样吗？那边也在跳，那边也在跳。那边已经是跳了吗？对，那边是另外一个团队。啊。八点到九点吗？不知道，有可能九点半。这是哪边的？是从其他的边还是？没有，就本地的。本地的。阿坝每个地方都有。哦。甘孜州、阿坝州都有。阿坝州。西藏那边也有，都有。你在狗上找你的？啊，你在狗上？在呀。我以为是室内也在。我想室内的话，以后不让进去的话。华电台是啥？对。其实很近，离多远？都是在二环旁边。是这样吗？然后他就哪边最近在跳？
我们今天也没有换一个餐厅，好几天没来吃了。这边是看一下，这边是年轻的，我也没问你啊，我知道，不是，这边的人多呀，知道这个位置，知道你们在这里。好多都是因为他们受到影响，他们是全国最早的，已经行路团队了。你们在哪里还在找？他们以前就跳很出名的，很多全国很多的，就是因为和他们这个团队名字叫德国茶，然后受一个影响，全国好多好多兴起了那个抖音，对，抖音在直播呢。你直接打开椅子，旁边一个就推了。啊，对，附近的人都推的。我没在抖音，在直播。他们不会有，他们全在直播，对，都是在直播。对。对，也需要这种那个宣传，都需要流量嘛。他们不赚钱，就是按照下班就算。哦，是晚上八点到九点半。哦，是经常性的。就每天都跳。每天都跳。做生条。哦。每天晚上都跳。这只来这边之前没有见过。没有，这边没在那边跳。成都那边现在要跑到成都去，这边越来越多。主要是在高速桥那边，高速桥那边有三四个。每天有这种。对对。就他那个健身嘛，减肥那些，还有一些民族特色，加上，所以还是健身。他那个和大妈那种广场舞不太一样。他主要音乐好，音乐是最好的，舞蹈也比较简单。一会儿看看，这第一次见呢。网上可以搜到，直接搜福州茶楼。这个是一般抖音没管，现在反正在那个时间长了，你看那个。这个
戴尔那个这个就第一个。第一个。哎，对，这个。哦，非常心有气质。那能不能帮我们拍个照？他是老师。能不能帮我们拍个照？拍个小视频。来手机在哪嘛？哦，这老师，过来拍。直播。你们在这楼上。最美的波段舞啊！最美的波段舞是吧？你们要啥？最美的波段舞。拍视频，拍视频，拍视频吗？拍视频。拍个照片。我这个不要拍视频嘛，那我来，我来，我过来这里。拍照片也拍。拍照片，很多照片，都是苹果手机。喜欢苹果，这个方便。谢谢。那个大体的他们好像还没有到齐吧？这个还没有。那是头气少了，影响也有了。都是来的。啊，这个关是喇叭车，喇叭车从那出来，怎么晓得？就是上喇叭了。或者全部人民都能救下来，这就难的。下面还是好几个平台没人认识的。Hello， 你好，一号娘。外面都会接，只要就腾讯都国内都会出哈。南方的多吧？地铁不也多吧？文化广场不就好？在锦江区牛市口的，在牛市口儿。但是要比舞蹈家跳的舞更好看啊！天津就是一个快喊，喊出最火来了音响的啊，把他们拿一下。好热闹，今天晚上。贼头，你咋个下的？严一点。稻草人，你还得穿的。严一点。他们要文化广场，看到没？文化广场啊，这里。都选红的。
现在喜欢都喜欢喝红牛。对，哇，都很喜欢。抽抽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对，好，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啊，各位，咱们的这个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啊，所以在这边的兄弟姐妹们啊，特别是在这边直播的兄弟姐妹们啊，往后退一下啊，咱们那个中间要有那个空间啊，然后咱们一起跳起那个民族传统文化优美的那个大曲秋装啊，往后退一下好吗？然后那个直播的所有兄弟姐妹们啊，还有观众朋友们啊，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下啊，好吗？好，感谢啊，感谢配合啊，非常感谢。啊，再往后退，往后退一点啊，好，往后往后退一点，好吗？马上开始了啊！再往后退一点，好吗？等会儿要跳跳舞，对对对对对，啊啊好。好，非常感谢啊，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咱们这个演出马上就要开始啊，然后在座的在观看的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咱们把这个圆圈啊再到往后退一点啊，再往后退一点好吗？往后退一点，然后我们这个舞蹈演员特别人数特别高，那个往后退一点啊。好，非常感谢，好，谢谢。啊，再弄大一点啊，这个圆圈，好吧，咱们这个舞蹈演员人数是特别多的，然后圆圈弄大一点，好吧？哎，对对对，好好好，感谢啊，感谢。好，非常感谢哈，感谢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再往后退一会儿啊，退一会儿，等一下我们那个高涨那个人数是非常非常的多，晓得不啊？然后跳起来就是看起来不好看，晓得吧？再往后退一会儿，再往后退一会儿啊，往后往后往后，滴滴倒车，滴滴倒车，哎，再往后往后一点，往后，哎，对对对，感谢啊，感谢。等会儿那个优美的舞姿一跳起来，咱们围在这边的话不好看，晓得吧？啊，我等会儿给你唱一首歌，要得吧？好，要得要得，好好，感谢啊，感谢。再往后站一点啊，往后站一点。然后我们那个锅庄跳起来就不好看，人数非常的多，好吧？好，配合一下啊，兄弟姐妹们，再往后推一会儿，往后往后往后再推一会儿哈。好，感谢哈，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哈。再往后推一会儿啊，好好，再让他们推一会儿，推一会儿，推一会儿啊。好，感谢感谢感谢哈。好，非常感谢你们的配合啊，非常感谢，谢谢啊。咱们的这个文艺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啊。啊，非常感谢啊，谢谢。好，非常感谢在座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啊，特别是来自四川的兄弟姐妹们啊，现在我手上拿的是我们那个西藏腊曲的旅游景点啊，欢迎你们来到西藏腊曲啊虫草之乡互相转告一下啊，然后那个有时间咱们一起就是来到那个
到西藏啊，西藏腊曲重枣之乡，找我啊，找我，好的，啊，感谢啊，到了西藏找我啊，不要忘了，记得哈、啊，不可能找不到，就在这上面，我的号码呀，啥子都在这儿噻，二维码扫起噻，微信加起噻，晓得不？好，感谢哈、啊，感谢。好，在座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现在正在发的是那个西藏腊曲啊重枣之乡的宣传单啊，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亲朋好友兄弟姐妹特别是来自四川的兄弟姐妹们啊，欢迎你们来到西藏腊曲重枣之乡啊，还有那个世界上最神奇的萨普雪山啊，还有那么多景点啊，都反正在那上面啊，欢迎你们的到来啊。咱们的出演马上就要开始了啊，谢谢。有点搞笑。哇，我这个拍了51分钟了，这边拍了1个小时。麻烦上班干嘛？就别人耳朵穿那个穿耳环嘛，这些鞋子他们在打上海还在谈没有人就是比较深入嘛，还在外面还在外面还在外面还在外耳光美家拉面那边到了，这边也到了。好，非常感谢啊，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来自咱们那个四川的兄弟姐妹啊，还有在座的就是我们那个大中华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们啊，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我们那个西藏腊曲的云云锦锅宣传单啊，来，每人拿一个啊，每人一个，来，希望能够来到那个西藏腊曲啊，重枣之乡，我们要再分一下啊，一人一个，啊，得了伤哈。那还有一个知道他们团队没有专门的抖音号啊，或者是国外的，不知道，等一下问一下。他们全是专业的。这是政府部门的。
这边二十多个人，今天来多少不知道，没有印象。昨天晚上二十多个人，这边让他们干啥去了？那去一看出发的，那去农村里啊，不知道，那是去农村，那去工业，那是今天说说了，他说他这个是焦虑症，这个他说，年末我们去的什么？他擦地，擦地，那他做成公共就是搞事业，搞什么的啊？我叫黄一刀，我是那个嘛，那个真的，没有，没有，那个大哥大哥，哈哈哈哈。我听到那个奈雪奶茶店，我才过来。哦，樱花广场的吗？这个地方新修的，我一次没转过，还那个做的上面都差不多。今天黄花呢？没带啊，我有点失落，那个的朋友说稳了，最后有一分多钟把它决定了，就把它弄回去。我就是个失落，我进不去，很麻烦了。干啥呢？要不交呀，快点！呀，交呀！晚上八点也来直播，这边是点个关注，点个赞，点个关注。四川的兄弟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晚上好！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推进文化创新，推进健康西藏建设，不断拓展文化服务功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充分展示我市郭庄网传统文化及藏北各族民族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不断增进四川成都和西藏纳曲两地交往交流交融，让西藏少数民族传统纳曲郭庄舞绽放绚丽多彩，为两地人民文更通情更深。借此机会，纳曲市群众艺术馆在成都举办乡村振兴纳曲奋进成果转化暨纳曲传统郭庄舞交流展演，请大家共同参与，一起度过这难忘的夜晚。好，接下来我隆重介绍今天的文化交流中特别邀请到
藏北国庄科网日三八点老师，掌声有请！谢谢，谢谢大家。请啊，非常感谢啊。那么接下来隆重邀请的是如若长梦协会，把啊一段最美的欢乐的舞蹈再次献给在座的每位兄弟姐妹们，再次给我们的如若长梦舞蹈演员来点掌声。好，非常感谢，有请。那几个
这里的。OK， 银子。银子。哎，结束了。啊，那你办卡。这是五张皮，全交上去了。成都的中华唱片国光协会的舞蹈演员们来点掌声呐喊声掌声好，非常感谢感谢你们的热情非常感谢那么接下来隆重介绍的是来自西藏纳曲来自西藏纳曲的实力派歌手尼玛东珠把一首太阳日出
这么一首歌名它也养日出的古装歌，献给在座的每位兄弟姐妹们，再次来一点掌声呐喊声，好的，好的，谢谢。咱们这一位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感谢啊！此外的建立班头行，通过江苏的邓沙兵，或者去本大那巴塘，建立克隆土地，或者克隆土地，本堂行，我们那群民众民众的那个本大苍马，我们咱们今那把过来，咱们送了得了，去可比包括去有苍马，我们得了。哎呀，哎呀，哎呀，算，哎呀，算啊！毛腿羊心加切皮，像这趟特别去汤心去讨论呢。今朝你同姐妹，你去再送了尝试特别拿些多酒，因为洛阳领导节目出来呢，前个安塘部里去，还有彭香堂热心养的节目里唱了上领导，看上的你那些特别扎心了吧？吉阳小林扎心不能靠嘴，不过今朝我们让咱们这里去，不但长满了罗村村村，另外一种的扎心不能让他骂，估计这一单子，别的不要叫，就就做的了，他们你看人家整个扎心过来了。感谢，好，非常感谢啊，感谢。那么接下来隆重介绍的是2023年那曲奋进乡村振兴歌手大赛中取得第一名的歌手实力派歌手解勇先生，把一首心中最美的歌献给在座的每位兄弟姐妹们，祝大家今天晚上在这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在此来点掌声。好，谢谢，有请。得力车，冲啊冲啊，得力。
给你吹。接下来隆重介绍的是来自成都市国歌唱谱协会的优秀的舞蹈演员们啊，在此最美的一首舞蹈舞啊，再次献给在座的每位兄弟姐妹们啊，再次来宾马海生，好，谢谢啊，非常感谢。
感谢感谢，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接下来隆重介绍的是2022年西藏属界民间歌手大赛中取得第一名的成绩，西藏歌王，也是我们西藏纳曲称为是拉希传承人，著名的多布老师，掌声再次响起来！非常感谢啊，谢谢你们。I'm not
给我跟打开，说谁举双不那样，说三你们进打开，说个举双进胸口，说哪句冲出多了，说能打不用心口，说哪句冲出多了，说能打不用。做妈哟。光光是唱得好，人又长得帅，哎，然后什么都好啊！再次来点掌声，有没有？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谢谢你们啊，谢谢。啊，那么呢，那个接下来隆重介绍的是啊，2023年乡村振兴纳曲奋进民间歌手大赛中啊取得第二名的成绩啊，来自我们西藏纳曲安多草原的实力派歌手扎金，掌声再次响起来。好，感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中沙也得哇那人机得提拉索就干那个诺瑞帕萨破战里送马尼尔的沙哇耶耶耶沙机的祖墙他一当的英雄谢谢。哦，要是我，感谢，再见。大音多金音中呀，听得个一个吉哟。욕한사람지미경수니들가라밥김조요오예예예너예근조장아니게피몰한다요야라조이라쳐三分门口里养
怎么才穷苦养啥你瑞比一拉切啥谢谢，感谢。嘉许得嘞！好，非常感谢啊！接下来有我们的啊，那个陈东市。中外冲锋协会的全体舞蹈演员啊，具有民族特色的一段锅庄舞，在此展现给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在此给我们的中外冲锋协会的全体舞蹈演员来点掌声。好，谢谢亚总。
常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啊中大传播协会的啊全体舞蹈演员啊，感谢各位老师辛苦了啊，非常感谢。好、非常感谢啊。那么接下来啊隆重介绍的是啊来自我们那曲市群众艺术馆的啊著名的各位舞蹈老师们啊，把一首具有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啊传统那曲锅庄舞再次献给在座的啊各位兄弟姐妹啊，这是舞蹈啊，这曲舞蹈特别献给在四川的兄弟姐妹们啊，来点掌声呐喊声鸡叫声响起来。好，感谢哈，够了哈，够了够了够了，配哈。
是非常感谢啊，再一次给我们的著名的各位舞蹈老师们来点掌声，呐喊声，有礼物。好，感谢哈、啊，感谢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再次邀请啊，咱们藏北的著名啊，称为是郭章歌王啊，热桑巴宾老师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市群艺馆的啊，各位著名的舞蹈演员啊，还有我们那个成都市的啊，各位舞蹈演员也啊参与一下啊。咱们这个接下来这个郭章舞，也就是咱们啊观众朋友也可以参与啊，然后我们就这样啊。咱们围成三圈啊，第一圈、二圈就是我们的舞蹈演员啊，然后四圈、五圈、六圈，也就是观众朋友们啊，大家都可以互相反正参与啊，不会的啊学一下啊，会的就是展现你的优美的舞姿啊。再次来一点掌声，有请日桑巴宾老师，好，感谢，谢谢大家，再唱一首。我们藏北的国歌，配首配首，先给大家，祝大家，参与的舞蹈，然后就我们一起，扎西带来，参们扎西带来。
小溪永远不累啊！非常感谢啊，在座的每一位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们啊，特别感谢啊，今晚参与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们啊，祝您和你的家人、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笑口常开、心想事成，总之一切都顺心如意啊！今晚我们那个文化交流展演到此结束啊，然后明天中午2点钟啊，我们在塔子山公园不见不散，有你喽！好，感谢啊，感谢在座的兄弟姐妹们啊，希望你们来到西藏那曲啊虫草之乡过来旅游啊，非常感谢啊，谢谢。带走被苟延草地，葬礼让你尽安详。草原有清澈的江若，让你喝它。明天应该，明天我没有时间，咱们去。我们走。团结是流经人民生活，饮食幸福，墙头万人洗，千河古地，千万寻那来个赞啊，好好好，现在不要说。
好，好，好，我知道。王总，王来来来，好，谢谢谢谢。哎，拉一下什么？走走走走走，哎，走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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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家人们，我们要换衣服去了，然后就是到此结束了。谢谢你，打起来。说什么呢？太帅了，非常漂亮，漂亮。老兄们，换衣服去。不是拿好，可以可以可以。我们养贵了来，看见吗？看到没有？这边，这边贴上去。啊，没辛苦，不辛苦啊！你要两点钟去不去？我不知道，这个时间。我知道他们去，他们应该部分要去。你有事吗？我在成都这边，我们那那些他们，对了，有了，就是在这边跳了。啊，那些都是从成都到我们这边，现在啊，你来不来？你在家里线，所以来不到。啊，敢打吗？敢打吗？你跟我打的，就是你都没打的家伙。你们好近吧？我这儿近啊。你这儿只这个噻，你不可能都上头。不然的话，给他一大把的票，还是几万块，给大把张票。那个还是几万块钱，应该是。氛围就不一样了。那肯定啊。你这这儿多少人多？你平时人都没得我怀疑，那个票人都没得去看的人。明白吗？今天这么多人。今天是因为这个团队的嘛？不是，我让你们看啊。这样。有打票吗？来，咱们直播间所有人能不能推荐粉丝的？来来，一个。不要，你们跟着我的，上次去了是吧？啊。认到了没有？这个也结束，超哥。不是我跟你说，刚刚逛街的时候。其实真的跳没跳，没跳到一个小时，他们八点多才开始。不是不是，你有啥事你给我打。接我，我问你。搞了半天是搞跟他们推，我不知道。今天还是昨天？结果我都跑到那边去到专栏了。明天晚上应该就是，明晚的那是真正的是今晚吗？对啊，应该是今晚。明天下午在塔子山。塔子山了吧？你去塔子山了？密码上面去。我说哥，密码上面。塔子山好近哦。我说哥，密码上面了。那个很大吧？那我是说，那这样白天家头肯定应该更有。那他是是啥子嘛？旅游区嘛？就公园了嘛？公园啊，公园更大人嘛？就是唐山大桥。昨天下午吗？我听说过说的。我太爱你们了，哥们。听我说是。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辛苦大家了。下播了，人机下播了。
咱们今天谈的啥？我明天不上班吧？你星期六要上班？我明天不上班，明天去吧。这两天都在跑步。一百零六吗？想到在绝对在踢踢脚的。哈哈哈哈哈哈！真是有火，你们看那个熟人家。好，走。这里把衣服穿上了，哎，回家喽。九点多，九点多。哎，怎么没？下午两点了，要不要晚上？晚上那是今晚吧？晚上肯定今晚噻。下午还是六？下午是两点半，两点了。对。你们不要去噻。拜拜拜拜。今晚下午去。我有空，你不啥子空？二不空？我一点多就补英语。去啥英语班？我自己赶车去。啊姐，耍个钱就走。走他们这边去不去？不晓得。他们应该不得去。我说他们可能，看他们愿意去。我十九喝了两个小时。你结束了吧？哎，比赛。